起嚟，嘉姐。好，我给安尼先好，可以，好好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哇，是还真欢喜吼，每一届会当来甲大家讲话，只是一个分享吼。讲上课是较不感动吼，因为那上课我敢捌教过小学生，啊那大人也阁唔捌。但是我感觉咱今日要讲的这个课程，是叫做心灵的都市计划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我会当问大家方向的思考哈。请问唔知哎，这个台语来听有无？还是拢听有哈？啊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因为我真爱，因为我真爱用这个台湾话来发言哈。我感觉这讲起来台语是真水。所以伫遮内底，我一直要甲大家来讲着，咱来思考真侪代志。因为第一点，从咱做囡仔开始，伫我做细汉囡仔开始，我感受着讲，咱的头壳到底是要得什么物件？咱的追求到底是要追求什么物件？所以由印象以来，我会感受着讲，大人伊所讲的话，拢总是用甲你骗过，甚至甲你讲啊，你着好好读册。有一届，我甲阮的爸母问讲，啊，咱读册，我读国校毕业，过来要创啥？伊讲会使去读高初中啊，吼。我讲吼，啊，初中来读了要去创啥？会使读高中啊？伊讲啊，高中读了要创啥？读大学啊？啊，讲啊，大学读了要创啥？啊，大学读了会使读硕士啊，啊，硕士但读了嘞，讲读博士啊，啊，博士但读了嘞，趁钱啦，啊，讲啊，趁钱趁了嘞，啊，结果伊甲我妈妈甲回答讲，啊，该阵就死就好啊啦，吼、哦，我感觉讲，人一生读册读册读册读几十年的册，然后再来等待人一生安尼来死去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唔对咧，安尼人一生到底是要追求什么货？但是咱渐渐甲观察，每一回大家所竞争的物件，拢总是什么货？拢总是利益以外，佫一种就是比较竞争。亲像咱就甲家己呐讲，你就爱考试，考赢隔壁迄个小强，啊，你来考赢小明。啊！你若考输，伊就讲哦，你看人小明考试遐厉害，啊，拢会安怎安怎？所以有当时我听起来真感觉真奇怪，讲咱若歹家己，咱心内计划要虾米货，咱用家己来做，但是唔知有迄个勇气无？所以当我伫国小三年的时阵，每一个人老师下讲我的志愿。一下我的志愿下落去了，大家拢会当去发表。有的人讲我要做太空的科学家，有的人讲我要做画家，有的人讲要做艺术家，有的讲足济足济足济。但是当我讲出我的梦想的时阵，煞大家咧笑。规定我捌看过规班同学笑到实在是讲，我讲敢讲这个行业敢遐尼歹？我甲讲，我阿介想要做的工课，就是塞大拖拉机，因为塞大只车伫街路会当踅规台湾，啊，四界看，四界行，啊，四界看讲，哦，咱台湾遮尼啊水，甚至会当开着遮大台车，四只车拢唔敢甲你哇来，拢会让你先行。因为阮爸爸就是咧塞拖拉机，啊，我感觉阮爸爸嘛真好啊，哦，伊会当塞规车，我大概那坐伊个车就是，那么为高雄坐到台北，所以我对台湾的地理非常的了解。高雄过台南，台南过过倒位倒位倒位，一直到台北去，甚至坐到东部花莲、宜兰那边，我讲哇，咱台湾安尼坐来坐去，坐得足好诶！为看到山，看到海，所以我甲讲，我的志愿就是要塞大拖拉机。阮老师甲讲，你那遐无出团，哇！
所以咱会当想到，假使咱的社会若无使倒拖开的人，咱可能粪扫车无人要倒，唔知要车去倒位，吼、哦，甚至我是咧起厝的，唔知要去倒载乌摩托，唔知想要载，而且更紧唔知想要载，啊，各项物件，我讲这个世界，我大汉了才发觉到讲这个。使大拖开人袂使无呢，因为那无去的时阵，我相信连咱咧即马坐伫只上个即间厝，反正都起袂好，是咪？因为你唔知道要去倒找阿摩陀载物件过来。也毋过，这就是咱中国思想内底甲咱教育的物件，就是讲，咱唔通做真较低等的工课，所以。在这来讲，咱一直和咱的囡仔讲，你着爱开始读册，啊，该就是去读册，读较高嘞了后，然后去考入公务机关，啊，底下会当逐工泡茶，啊，怎样来过日子？所以，当伫只讲到这的时阵，我一直思考袂到，我一直看到咱的台湾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，当你伫台中市咧看咧，开车开到一半，有一个阿婆拢会徛话来，甲你讲：“啊，你要买玉兰花无？你唔知要买玉兰花无？”我一届真有耐心，甲停来，专甲买，啊甲讲：“阿婆，你安尼一个月当卖偌济？”伊讲。我若运气较好诶吼，一个月会使卖超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个月。我讲啊，你卖1500块，伊讲安尼都罔过日啦，爱较拍拼卖咧。因为你甲想卖玉兰花诶生意咁遐好，迄个冒着生命危险，伫遐开始讲一个一个问，一个一个问，问到即种，这是咱台湾有一种人，但是。当甲我看到阮迄个故乡吼，阮厝的隔壁一个公园内底，规工拢有人伫遐咧行棋，规工拢有人伫遐咧坐，伫遐咧开讲，伫遐咧创啥？我甲问讲，请问一下，伯伯，你们都不用工作吗？伊讲我退休了、啊，吼、哦，伊讲迄个中国腔。我讲啊，你退休你靠什么生活？我有那个18% 啊。吼、哦，伊讲哦，你有18%诶，优惠存款他尿，我讲对啊。但是，伊讲了时阵，我甲问讲，那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？哦，听到这句话，我甲问者怎样要回你？伊讲你做什么工作？我以前在公所啊。伊讲啊，公所你做什么工作？伊讲拉锅起的。我讲什么工作？伊讲就拉锅起的啊。我讲啊，你的工作一天就是把什么国旗拉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一个经理直气壮，跟他讲：“哦，那个时间到还要去拉下来哟、哦，很辛苦啊。”听一下，我讲一工两届，把国旗摇起，明天嘛咪国旗的车轮旗吼，安尼个摇起，佮暗佮个摇落来。但是若落雨，你嘛爱去佮收落来。我想到这的时阵。咱台湾竟然有这两种人，敢讲台湾打拼无够？不是，是因为咱徛伫这个对等的环境无同款，所以咱会想到咱台湾人会受到教育，都是一直哄骗，搁再骗，啊骗了搁再骗袂过，吼、哦！当你发觉着讲啊，这敢若咧讲骗的时阵，伊搁甲你讲，这吼、哦，就是古。又去讲一个较大的白菜，甲你骗过，所以等下只，咱会想做些代志。最近，你唔知有感觉到无？伫咱厝边隔壁，阮的厝边隔壁，听讲伫短短一个月内底，竟然有人出山70-80个，一个人口数才无够。15000的人口数，竟然有80个在办出山，所以足无用的。你办迄个人足无用，足无用的。所以伫我隔壁嘛看到一个，伊嘛咧无用隔壁嘛带出山。
但是因的惊吓伫倒位，因的惊吓嘛，感觉讲哇，咱对着殡葬的吼，咧埋葬的这个礼仪，伊伫咧讲着虾米话，讲着你着爱安那做，安那烧钱，安那烧安那烧，哦，你再出脱再庇荫子孙，一直甲你用家，一直甲你教育。等我甲问讲，请问，咱做这敢有利益？伊讲有哦，有哦。但是，当伊暗时要困，我感觉真好笑，就是，因拢唔敢去困，大家拢在遐排班讲啊，今仔爱换只歌，换只歌，为着咧过暝兄弟姊妹伫遐冤家。我甲讲啊，都归去乖乖起来去困就好啊。伊讲袂使哩啦，只爱顾啊。我讲啊是要顾啥？伊讲爱顾猫啊吼，袂使对只跳过。嘿，讲会变僵尸呢？啊，毋过伫遮我甲各位讲，无可能。因为我伫国小二年诶时阵，我著捌掠猫啊去甲弹过，无啥物代志，嘛无变做僵尸，拢总即个代志完全无发生。因为我迄阵细，我毋敢讲。所以一直到大汉，我即马敢讲啊！我讲这个实验是绝对无可能会爬起来，嘛袂变成僵尸。啊嘛是袂呢，我、哦、是安尼吼，哦安尼，我连讲再过来抓看卖啊哩吼。因为我甲弹过的时阵，我嘛会惊呢，我爱看走。嘿，啊毋过吼，跳起来煞感觉。但过了，我跟赵先生看到无啥动静，暗过都无发生啥物代志。伫遮唔是要讲有可能无可能，是讲那确实有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咱的头壳是咪拢一直无去甲做实验？所以伫你的记忆印象内底，咱的教科学的时阵，咱的上学校的课程拢总是无做实验。老师拢装伫黑板安尼画画咧，迄实验化学实验的伫黑板安尼画画的，讲我你看这啥物鸡啥物会变啥色，啊，就开始一直甲你讲，讲讲也叫你背起来，你永远看无。所以伫到一直我大汉，最近经过一个真台湾真艰苦的日子，就是叫做二二八的纪念日。等咱228纪念日。一天休困四天，在这个四天里面，我不知道大家感受什么款。当我去街路看的时候，只发现一种现象，就是高铁的车票买了很好，台铁也买得很好，高速公路也在塞车，整世界游览地区拢总人，但是这个日子拢无人去跟咱讲讲。这个日子是咱台湾人用偌济台湾人的生命去换来，换来休困一个2月28号，这个日子和平纪念日，你会当伫这个时阵来休困，唔是要去讲哦，我会当来找食来开始佚佗，我计划我的假期，我会当计划我伫四日的中间，我要来做啥做啥，但是当你去思考着讲。当地六十几年前的这个日子，是偌济人用生命抱着惊吓，但是当咱去讲讲的时阵，真济人甲咱讲虾米？伊讲：“哎呦，卖过伫这个伤痕面顶来撕裂伤痕，啊，你这种咧拆破人的这种，吼、哦，伫伤口上啊，搁咧甲你拉盐。”假听的，咱吼都爱甲放互袂记哩，甲放互袂记哩。你就是卖阁对阿讲起，每一届我讲讲了讲，这个日子对咱台湾是何等的重要的时阵，大家拢甲我讲一句讲，全部的人拢已经平时啊，干那你伫遐作怪，安尼讲起来我唔对咯。也毋过，我并无灰心吼，我感觉。会来这上课的学员，最起码你头壳会当去思考，这个物件敢会使袂记哩？袂使哩！我会当予大家看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叫做《发生伫德国日耳曼》，希特勒、希特拉迄时阵咧
抬这个犹太人的时阵，伊一个一个一直甲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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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讲抬死几十万人。但是，我感觉真心神因，因为有一个人叫做辛德勒，伊怎开始用伊的财产甲卖卖掉，开始去拄到一个犹太人，就去甲讲我甲买回来。伊用伊的财产买所有犹太人，咱应该看讲，当伊将财产买甲破产的时阵，你看到伊迄个哭声，伊的自责，伊咧怨叹什么话？这是咱台湾人所欠缺的物件。所以这个影片当你看的时阵，我直接先介绍吼，咱心内。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要教育给我们的孩子，你要去彼此三听，听你的隔壁，你要去听你的厝边，听你所你看到的人，不是在那里说很遥远的事情。所以他这个影片用几分钟，我们可以来看看，我们来观赏说这个影片，这个在他们希特勒在战败之后，他们开始要逃亡。好，所以这个人叫做辛德勒，伊在甲伊对话时，甲伊所买来遐犹太人。